接下来请收看慈灯法传欧美弘法行。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海上皇宫餐厅，天光映照的河畔楼台上设置了庄严的玉佛像案。袅袅清香缭绕中，揭开了当天的法会序幕。会场外，慈悲的湛严法师手持招请香，结印持咒，慈悲招请六道群轮来临法会，同赴法言，听经闻法。会场内，洛桑巴登仁波切的弟子们特地前来拜见海涛法师，对于法师的关怀表达感恩之意。慈悲的海涛法师也一一制赠结缘品，给予加持祝福。谢谢谢谢。绕佛塔记住，不要绕错边了，右绕。如果你左绕，生生世世思想跟人家不一样。要顺时钟，右绕一圈，然后面包给它布施下去。上供完以后马上下吃。好，现在你留着它们肉。法会一开始，众人在六字大明咒的梵声中绕塔浴佛，清净身口意三业，行种种布施。
悠然的美景中，慈悲的大和尚回到法座上，首先以修行功德为题，为众人慈悲开示。所以我们修行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要消除障碍不好的，第二个积功德啊，拜花、供养舍利、供养格西啊、浴佛啊，这个都积功德，布施面包给鸟吃啊，啊，点香啊，这个叫积功德。所以业障通通没有了，就没痛苦啊，功德圆满了，就会很有福报，像佛一样可以利益众生。所以佛教有一个做法，不希望老人家生病，一段时间就要拿他的衣服洗干净，布施给其他的老人院。啊，然后他穿衣服就舒服，所以这个老人身体就很好。所以你希望你的女儿身体不要被欺负，对不对？不要被男人欺负，那你要买漂亮的衣服送给其他的可怜的女孩子，或是放在佛前，放完以后布施给人家，那女孩子身体不会被欺负。同时也邀请当天练习的格西透过翻译为佛子们慈悲开示。大乘佛教的本质跟精髓就是爱慈悲以空性啊，这个在大乘佛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本质精髓啊。我们自己希望能够快乐啊，那别人也希望能够快乐，那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说别人也希望得到快乐，那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得到快乐，就是爱跟慈悲。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去禅修爱跟慈悲以及空性，但是空性就比较困难一点。那我们向三宝祈求是佛法僧，这三宝去祈求是非常重要的。讲座中慈悲的海涛法师也针对慈悲与空性加以强调。如果你经常去慈悲帮助别人，你就很容易有福报啊。所以大乘佛教的重点就是空性慈悲，讲的空性就是练习什么，练下来缩小自我。所以空性大宝法王讲的比较简单，就是说这个我不能存在的，这个我离开荷兰，离开太阳，离开水，离开别人，你没有这个我，所以你不能一直很自私想我，是我的存在是不能够离开世界，离开任何一个生命的。末了，大和尚在以佛法回应大众的提问，并领众普作回向，利益有情众生。佛法它不是一个宗教，佛法只是它利用世间各种方法，包括道教，包括天主教来度众生的方法。佛法是超越，佛法有点像空气，每个人都需要空气，我管你是佛教徒、道教、天主教，包括鸟你都要空气，这个叫佛法。对，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得听闻佛法，相信因果，持戒布施，断除烦恼，亲近善知识，发菩提心，愿成佛道，普度众生。好，阿弥陀佛。午后登场的法会中，海涛法师领众为当天所救护命及所缘众生皈依三宝。那我们现在要来传授三皈依，因为我们皈依也不是光为自己，希望我们写的牌位啊，往生者都皈依，那些动物都皈依，然后皈依完以后，我们受戒，然后就要把这个功德回向。像今天法会就圆满，皈依很重要，因为这些往生者，包括堕胎胎儿，他们如果皈依佛法僧三宝，
他们也会靠了三宝的力量超度。所以我们今天皈依，希望各位观想来欧洲内地各个国家各个宗教各个民族所有孤魂一起皈依哦，因为我们有那个悲心，他们在痛苦轮回了就有皈依的机会。透过救护生命的行动，众人也对过去所杀所吃物命发怒忏悔，祈愿从今而后如素护生，持守戒律，广结善缘。在海涛法师的带领下，众人为当天救回的水族物命念诵放生仪轨，挥舞佛旗，祈愿诸佛护佑，所救物命永不遭雨烈暴步，直至过尽天年，永离三途，得生善道。我们已经放牛超过10000只了，牛光牛啊，每天都有大放生，世界各地我们都在做，所以我们有一个国际千场放生，千场啊，国际千场烟供，目的就是因为很多地方很多人没办法放生烟供，我们替他做这样，然后你只要内心想这个就好，我随喜这个放生烟供的功德，然后再把这个功德回向给那个生病的人，或是要考试的小孩子，或是要去谈生意的，你就有个祝福嘛，啊，就像各位今天点灯，今天这个点灯已经加入了，念一下328万盏灯，啊，因为我们今天这49盏马上就会进入百万菩提心灯的功德里面，那你只要点一盏，那就融入在这里面了。有一句话念下来。万人共造善恶因，每人皆得善恶果。啊，就像10000个人，一人点一盏灯，但是合起来的功德等于每个人点10000盏灯，看到了吗？透过放生、点灯、听经闻法等种种法会功德，众人随法师于坛城前俯坐回向。祈愿娑婆世界平安和谐，众人离苦得乐，同证菩提。后的慈悲施食法会，在众人准备的丰盛饮食及护佑中隆重登场。法座上，慈悲的海涛法师透过佛教故事，为众人讲解施食法的缘由与作用。也借由慈悲甘露施食为法会前行，先为恶鬼道众生消解饥渴之苦，化为妙玉本虚空，唵嘛呢叭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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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藏双语同时修持的烟供施食仪轨中，慈悲烟云冉冉随风。南无阿弥陀佛。
众人在法师诵经持咒的当下，为六道众生供养三宝。有旗帜的挥挥，没带来。也透过慈悲甘露施食及药师仪轨的修持，祈愿众生病苦消除，消灾免难，身心安康，共证菩提。六道往生众生放下执苦，永离三途，往生极乐净土。末了，大和尚领众慈悲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华为父母，八海见佛护国僧，为菩萨为伴侣。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 来拿一张这个放身上，并号召众人踊跃布施，祈愿席兰女士护生及自闭儿照护中心能够圆满成就。当晚餐桌上，餐厅老板也特别准备了素食蛋糕，为海涛法师献上生日的祝福。也在众人诵持六字大悲咒的祝福中，圆满荷兰弘法的慈悲功德。好，祝大家满月。菩萨阿弥陀佛。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会在门口点一支香，那这一支香点在上面呢，哦，供养玉皇大帝诸神，点在下面的，哦，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继续努力做下去，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放在树下门口，
给那些可怜的众生，你愿意再点一盏灯让他看到极乐世界，那更是庄严。你愿意布施一杯水又放在旁边，那更是慈悲。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你心灵改变了，世界也跟着改变了。愿各位经常慈悲因供，慈悲施食。阿弥陀佛。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皇宝忏暨余伽焰口法会，恭请慈悲法师团共同主法，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为僧众节下安居、自立、修行之期，也因应疫情升温，应尽量减少外出，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不便外出之僧众民生用品与食品，填写表单如下：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这个干部说肯定把他们接的，要出去怎么着吧，拉上去怎么着吧，这些总大气候要的。在啥地呢？在出生嘛，在我这种道路嘛，我是不改那的。三级的道路也是，三级技术真吧是。这个错路我搞个跟你晚上去给的呢。错的刚来说，这个错的是你给太夸张，不把那进来的呢。这出发以后跟你进来的呢，神经去啊。跟你把这个等于各跟你送上去，托上去，成路的，实际不怕要得的。这个说法用得到的呢，抓了龙就把可能的实际长期的等于，得把它不把手上的草，这些了等于，那上街去破坏了，哦，上街就是对吧？然后那个上街可以送路，上街送的哦，上八的去接送路也是，实际上这个上八的很去接是对吧？这个今年这里先比上这个有了，这里来就这个是吧？就他们那喜剧，就他们那这里先比他们就给你，这里他把他他们这边让了，退了嘞。这里的又不把这里呢，就把这这些我说嘛，这上级几十小东西，上级几十斤吧，他们去几十斤吧，他们给几十斤吧。这你那弄了弄么这个我，这上级又不把嘞。他这个东西是在那路边都把摘的，从我们那个往这上街就破坏了，从我们那个地方也是，这地上的这个工作室的生意嘛，知道吧？但是呢，这地呢，农民的水那么草拔的没吧，上街的不是就把破坏了，摘没吧？从你的过节都把没吧？这个摘到了平了，所以没拆把它要的，这个呢，这个破地呢，我的说个拖单子，我的三姐就不把来，这搞到了三姐嘞，三姐来了几十天了，差不多来三个月嘞。第二天呢，这里去几把的，哦，上班的很急嘞，三姐来这边嘞，去几十天走过来，去几十天的上班的很急的，咋怎么行？这里说说跟你不生了的，说了上班的很急，我得跟你去啊。这大家这边的工作什么，啥几十就不去的这里。上级人听到的，好像搞起不来，不用起不来，你
他都有一些呢，你那个错不念及了，说那个错结果都上级的不罢了，前面罢了，通往不让你了的哩，已经就有落到里面，上级的去技术群从那这里过这这方面了。这时候平庸上面没想法要的，这个碰大将大起不来，这咋咋？这哪个项目的呢？今年确实话就弄了，上级出发他们七月嘛嘞，这里好像是能出不来，这位婆婆的，这边军把这云里说去了钢印吧，没了钢印吧，碰碰钢印吧，所以呢这里工作是这把我们这种出不了嘞，什么是能逃不了嘞？就是这位他他们说的，这是忙子做的吧，鸭子做的吧，这是地方用的吧，这我是听忙不住啊的，这开始新专门的，但是你地方没有插入、介入、这里从入，这里他们现在他的也是这边了，这地方地方自然进步，这里用的是这个这里跑跑的孩子。他们这个能怎么办去啊？给主动啊去啊去！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